切割料台选择锯齿刀条还是水平刀条？很多朋友都在纠结，是选择锯齿刀条好还是水平刀条好一点？今天咱们就是简单给讲解一下。这个呢是锯齿刀条，锯齿状的，它呢是用激光机切出来的，就是比较平整，比较平整一点。那么它的优点呢，就是说适合切割一些比较厚的板材，比方说10个以上或者20个以上比较厚的板材。但是它的缺点呢，就是说呢容易划伤板材，因为它是上面带尖嘛，所以说它可能比较划伤板材。这个呢是水平刀条，水平刀条呢就是说它的接触面呢就是会更好一点，它呢适合切割一些薄板，适合10毫米以下的，比较适合用这些就是水平刀条。它的优点呢，就是说呢，就是板材就是不容易划伤，不容易有划痕。缺点呢，就是说，你切个厚板的话，如果上面切个厚板的话，那么会容易切伤刀条。